passiontimes.hk。好，翻到嚟逢星期五晚嘅百鬼夜吟啊！有我 wing 啦，同埋有阿星嘅，系啦，咁样，阿星嘅进度去到点啊？咩进度啊？咩进度？个个都系一翻到嚟，每一个人都问，有啲汇报啊嘛，点到版未啊？咁样系咯，你个进度就系我有每一日都好勤力咁去练习。哦，每一日噶。我唔係日日都練跳咯，但係起碼日日都做運動咯。哦哦哦，咁可能一個禮拜練三次跳咯，咁可能跑步啊，總之都係 keep 住做運動。咁啊，都覺得自己跳高咗啲嘅，係啊。咁但係板就未練到啊，係希望趕得切啦，就得翻個零月啫嘛。嚇，有咁耐未你咩？咩啊？有個零月俾你咩？而家六月尾咁樣，再個零月咯。有咁耐嘅原來，係啊！但係如果個零月真係好似好，即係嗰個進度好唔理想啊！係啊，因為人哋可能睇你冇用下師傅上個禮拜教你嘅方法咩？都有嘅，一路都有嘅，一路都有嘅，但係要係用靈氣增加能量嘅，要增長只腳咁啊！增長買彈跳咧，係啊！對住增長只腳快啲啊嘛，想住有五下嘅騰空。係啊，好撚住識飛咁樣樣，砰砰砰砰，行撚咗上去，行上去嘅唔係跳，係啦，玩上啲樓梯出嚟，係啦，都係啦，即係到時係練成咗輕功，水上漂啊嘛，咁啊勁啊咁啊，係咯，六師弟就係，以後幾次喎？不過其實我上網睇嗰啲人嗰啲訓練片都話，九個月之內就可以，九個月之內，即係好多都係嗰個時間冇咁短嘅。你如果成功，你係最高速嗰個喎。如果是的話是啩係。哇，咁值得記錄啊，所以係咯，值得記錄。所以而家要講多啲啊嘛，每一次做節目都講，今日要回報翻，回報下大家進度。你可能聽晚你再回報下咯。啊，聽晚更加會講啦。嚇，因為關你聽晚個節目事。係啊，更加會講多少少嘅。係啦，咁樣好。呢個禮拜有啲事情啦，其實就咩事情啊？咩事情？泰坦號咯。哦，你的士判官添，原來你講你想講的士判官，大家想聽啊嘛，你講泰坦號先啦，好嘛？咁講翻的士判官先，都係我好隨意嘅，因為吸引人流先，即係的士判官係頂流嚟啊嘛。流量密码系的士判官，因为星期六啊，的士判官环节星期六喺星期六前就之前做够咗啦，系咪？喂，头先开节目讲讲廿分钟噶啦，咁犀利，我哋唔系讲鬼噶嘛？屌啊屌啊！你鬼故嚟噶，冇嘅咩？系啊，头先开节目之前，我话咦又有的士判官环节噶，咁下次我又有，其实系咯又有，其实好多噶啦，超多。不过呢个真系奇案先。点样奇案啊？奇案啊！但系佢冇乜资讯嘅。唔系你都几灵异嘅，你照讲。系好灵异嘅，但系就冇乜资讯嘅。咁佢就话，上个星期日啊，十八号嘅凌晨嘅时间咧，就上个星期日，即系啱个星期日。系啊，十八号。系啊，十八号。十八号。系啊，五日前啦，系咪？咁咪父亲节嗰日。父親節咩？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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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咁啊有個的士司機又車兩個遊客翻酒店啦，咁啊馬來西亞籍嘅女子同埋丈夫啦，咁佢哋就喺中環蘭桂坊度上車，咁啊搭的士就翻去北京道嘅一間酒店，跟住咧到酒店之後咧，個先生咧，即係丈夫咧就落車就走去揾呢個酒店職員幫手抬個。系个妻子谂住抬上房啦，出翻嚟唔捻咩？抬老婆出嚟？系啊，打即系个丈夫打算入酒店揾人帮手，系就抬个老婆出嚟。老婆喺系啦，抬佢翻酒店，跟住一出翻去咧，个的士见咗，个的士唔见咗，走捻。点解车埋佢老婆走啊？系啊，咁黐翻根噶。咁系即系个的士司机闩门就车埋佢老婆走咯，跟住就消失咗75分钟之后咧，75分钟系啊，迷之75分钟，迷之。系啊，咁啊，75分鐘之後就車翻去，咁啊，
咁啊，報道有聽講去咗安達臣島啊嘛。係啊，佢就話去咗安達臣島嘅安達臣島，即係觀秀茂坪啦。係啊係啊，上邊一個地盤，飛鵝山咁樣。係一個地盤就匿埋喺嗰度停留咗三十分鐘，跟住就車翻去轉頭啦。咁啊冇啊，暫時都未有資訊究竟嗰度發生咗咩事。首先嗰一日係新月啦。嗰日係新月。嗰日係父親節，係啊，有父親節有新月喎。我所以你想做父親啊？呢個咩推論嚟嘅？唔係咁樣嘅咩？嗰日係新月，嗰日新月。咁新月就影響啲朝夕漲退嘅嘢啦。對上一次就係滿月嘅時候有斬人啦，新月就有個咁嘅的士佬車鳩人哋上，失咗蹤啦。係，我以為你講朝夕漲退係關嗰啲月經嗰啲事啊。咪差唔多，其實都係噶，即係都影響個腦部情緒啊。係定時定後就唔知佢。咁月亮係會影響人嘅情緒嘅。係啊係啊。係啊。嗰七廿五分鐘走咗之後，究竟發生咩事？個女事主係冇講嘅喎。冇啊，冇，其實都冇報咯新聞，都冇更多嘅資訊。係咯，醉咗噶嘛話。係啊，可能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但個的士司機究竟做咗啲咩呢？我其實有少少懷疑，唔係咁，唔係黃秋生有講，唔係啊，唔係咁複雜嘅可能。係，因為有人落撚咗車，以為走撚咗，係就開車走咯，即係望都冇望。係啊，即係純粹冇檢查架車。純粹戇鳩咧，即係有人落咗車，還撚咗門，又俾撚咗錢咯喎，可能。咁咪開車走咯，跟住可能佢去到觀塘，係咯，突然間聽到有一聲呻吟聲，撲你個街，撞鬼啊！可能佢即係，哦，即係佢真係收工翻屋企啦，可能係啦，撲你個街有鬼，望後面又見唔撚到人嘅，因為佢碌撚咗下面，冇人嘅，點撚咗算啊？仲要去到安達臣島喎，嗰度你都半山咁樣，撲街嗰日又新月咯喎。又見唔甩啊！烏燈黑火，我係有街燈，係啊，但係有街燈㗎，係喎，都係黑啲㗎嘛。啊，咁係，屋裏街有鬼。喂，難得今日夏千夫唔屌的士佬喎，咁奇怪嘅。唔係佢暗地裏屌緊嘅，今日都真係有啲靈異喎。除咗件的士事件之外，唔係啊。我覺得咁樣合理啲喎，即係真係好可能戇鳩。點啊？你咁樣評論你啲前行家係估佢合理啲啊？係啊，好唔係我估個成數都幾撚大，比著係我都可能係咁。有人閂撚咗門，我屌走啦，又收撚咗錢啦。咁然之後行行下，屌聽到啊一聲呻吟，撲街望一望邊撚度有人，見唔撚到車尾啊！踩到幾步，屌嗱聲！咁行快啲走啦，係啊，係啊，行快啲！然之後點解仲有嘅？行到去到一個燈口耷低，然之後聽到砰一聲，係原來佢跌撚咗落地，跌撚落地，係咯，咁就知道啦，咁就車佢翻去啦。系咯，佢仲唔知系人，跟住佢就鎖車門就跑走咗，所以就有半個鐘消失咗喺嗰度。嗱，佢係驚撚咗好撚耐，唔撚知發生咩事。好似越講越合理咁嘅。係啊，黐線，應該係咁啊，應該係咁，冇其他嘅可能性啊，應該越講越合理。係咯，係咯，唔係咁係咯，即係我只能夠理解就係咁咯。勁啊勁啊！唔知道觀眾認唔認同阿師傅呢個講法啦？係啦，認同就講個一字。霍金我諗住講一字啫喎。偵探咁樣樣喎。你霍金勁啲喎，我諗住叫你打個一字啫喎。偵探咁樣樣，咁話俾你聽個真相喎。係。如果唯一知道真相嘅就係我喎。係，即係認同就霍金，唔認同就霍五舊。係啦，係啦。你唔好再講啦，阿師傅咁樣。离谱啊！系咪？好啦，又讲啲关于真相嘅嘢啦。系咩咧？系咪真系真相？唔系即系其实呢单就惨事嚟嘅，不过哦就离得远啲啦。远啲，真系远啲嘅。吓，就唔系的士佬嚟嘅，都但系都五座位嘅。行，你咁都食到嘅？唔系距离远啲，俾我笑下。雖則他們真的去了的，是不是 我總覺得這些 有錢得滯，人家冒險家來的，如果說冒險家就其實
即係呢啲都係咁講啦，將軍終須陣中亡啊嘛，猛虎必須山上喪啊嘛，咁你冒得險，你就係喺冒險嗰度葬送生命、榮耀啊嘛，即係喺度。喂，一個舞台王者死喺舞台度幾撚勁啊！好合理啊，呢、這個又講到。係啊。唔係，但係嗰個太戇鳩啦。又未至於話戇鳩嘅，即係事實上佢嗰個其實啊嗱，係啦，講翻件事先啦，不如。係，其實我哋講緊咩呢？係啦，泰坦號啊。就係、是、一隻探險呢個鐵達尼號嘅潛水艇，係咪叫潛水艇嘅都？潛水器啊！潛水器啊！器入艇都唔係艇嚟嘅 ，sorry。係啊，係我得誤座位啫喎。艇係佢係可以自己啊係升降升降嗰啲。佢係唔係？其實佢係做唔到升降嘅咩？佢係做到嘅啫，但係要用嗰遙控咯，應該係嘛？啊！真係發生啲慘事啦，就係五座位呢嚿嘢就爆咗啦。係咯，就我哋依家呢個節目應該真係爆碎咗添啦。早兩晚啫嘛，唔係琴晚啫，琴晚證實啦，琴晚證實係咯。之前就話咩氧氣用曬。咦？你有嘢想講唔係鬼故都可以歡迎你打上嚟喎。係啦，傾下偈啊！是 啊， 是啊，歡迎你打。但係那隻泰坦號其實話佢一落水就爆㗎嘛。但係話去過幾次㗎咯喎，用呢隻嘢。即係測試過幾次咯，但係去到唔係好高咯。唔係好深咯。哦，即係最深嗰次就載人咁撚勁啊！係啊，好撚勁！你要記住，因為我冇記錯咧，佢測試嗰陣好似係1000米到嘅啫。嚇！係。但係隻鐵達尼號咧，就係3000幾，係沉咗喺3000米度嘅。嚇！佢又想直頭落去。係。佢哋個勢似咯。嚇！但係去到咁上下已經失去聯絡啊嘛，同埋。係啊。所以就而家就離難咗啦，應該咁樣叫啱唔啱啊？離難，離難咯，離難五位呢個冒險家，係咯，殉葬於海啦。哦，只可以叫佢哋做冒險家。係，咁其實咧，即係呢件事，嘅當中有一個嘅冒險家，其實已經去過37次噶啦，即係佢即係自己潛水落去。嚇！但係咁當然潛到咁落。低啦，人嘅人去唔到，只不過佢有嘗試做嘅嘢啦，咁樣好似可能放啲儀器落去啦。其實主要我唔知啊，但係即係根據啲資料，其實有個其實咁有經驗嘅人咯，就咁跟住呢隻艇就消失咗啦。係啦，咁初頭仲話擔心話夠唔夠氧氣，其實我睇到呢單新聞都係第一時間都已經心諗。應該不用在那段時間捱的，直接爆了。是的，因為以我所知潛水那些，你每落一些位都覺得每落一米已經覺得不同，每落一百米就一米咋，都冇一百米啦，個水壓已經唔同啦。係啊，因為嗰陣時好細個，喺我好細個嘅時候，電視係有標廣告噶嘛，係咩勞力士噶嘛，係講潛水錶噶嘛。勞力士有潛水錶嘅咩？係啊，勞力士喎、啊。嗯。嚇、啊！佢係講到自己隻錶經過幾多嘅考驗去做潛水噶。所以你就知係啊，嗰時已經有個印象就係潛水係要好即係點講好多測試啦。總之即係嗰個受壓力，受壓力嗰樣嘢好難啦、啊。其實係啊係啊，我應該冇記錯係勞力士嘅潛水錶。我真係唔識啊。係啊係、啊，我都唔識，係咯、啊，我唔識啲錶嘅嘢㗎。但係你講嗰個廣告，我應該我冇睇過啩。近時有嘅，總之係廣告嚟嘅，我記得係咯，講嚇。阿星就更加冇啦。冇啊，冇睇過啊。咪而家呢個年代都好少人戴錶啦，係嘛？戴 Apple Watch 咯，唔係嗰啲咯，梗唔係啦，係咯咁樣咯。咁其實咧就主要又唔係講呢單嘅，唔係係因為係因為呢個緣起啫嚇，因為呢單咧都即係發生咗件事啦，就帶起咧就係關於鐵達尼號啊，除咗阿 Jet 之外咧，仲有 Rose， 阿 Rose 就救得翻啊嘛。其實除了阿 Jet 之外，其實在當年呢、這個沉沒事件呢是死過千人的嘛。
好多人咯，我淨知好多嘅，好似2000多，我係不記得有幾多人嘅、嗯。但係通嗰陣坐嗰只鐵達尼號咧，又好似呢只潛艇咁咧，都係有咪只潛水器一樣咧，都係好多都係有錢人先坐嘅。係，你要睇戲你都知道一個直頭好似一啲新移民啊，係有錢過英國移民過美國咁啊嘛。有錢嗰扎咪坐頂嗰扎咯。係啦，跟住。阿 Jack 嗰啲咪要坐下邊嗰啲咯。阿 Jack 就係咩啫？佢俯碌贏咗人哋啲船飛。贏咗船飛。係啊，係啊，即係正常就。即係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啟示就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佢贏咗張船飛嘅，可以登頂，點知就迎來一個死亡旅程嚟。原來都係1912年嘅咯。係啊，所以其實上一次3D 咗呢個鐵達尼號嗰陣係100周年嗰陣時啊嘛。鐵達尼號沉沒100周年，係十年前。係啊，我有印象就話嗰陣時將佢 3D 咗出戲啊嘛。嗯。啊，詹姆斯金馬倫咁。咁其實講如果講起咧，我個輕輕講啦，當年其實出鐵達尼號拍嘅時候。啲人對詹姆斯金馬倫個印象好估佢唔到噶嘛？點解？因為佢之前哇又異形又成，哦咁又係，咁係咯，又 Terminator 嗰啲咁，點解你會咩嘅？但係當你睇咗啲鐵達尼號嘅時候，佢裡面真係嗰兩個幾鐘頭緊張到撲街，同 Terminator 冇乜分別嘅喎，嗰啲節奏係好撚快嘅喎，你睇完唔覺咁撚耐喎。好撚勁喎，所以我記得我係入戲院睇嘅、但我睇完覺得，咦？點解可以咁快過咗幾個鐘嘅？嚇，係啊，好快，兩個幾定三個鐘？三個鐘，係咯，三個鐘。我冇乜印象，因為我喺屋企睇 TVB 嗰啲斷斷續續嗰啲。嚇嚇嚇！我喺戲院睇咧，真係好快噶。係啊，好快啊，好快！超快，超快。咁亦都唔係講出戲嘅，其實。係講點解 Titanic 當年沉咧？除咗啲撞到冰山，當然有好多陰謀啦，本身已經有陰謀啦。有隻相，佢其實有隻同款嘅俾人話係其實即係點講啊？其實係之前已經出過航，然之後咧瀨撚咗嘢，就換撚咗呢架真嗰個鐵達尼號，一早就沉鳩咗噶啦。哦，呢個陰謀論嚟嘅，係啊，有個陰謀論之後，一早係講佢有同款整咗兩架嘅，咁、多錢整兩架，另外嗰架唔係叫鐵達尼號嘅，原本就因為啲乜嘢原因，好似測試嘅時候就沉鳩咗，就然之後就揾另外嗰架士兵嘅嚟代替，所以就發生意外。哦，即係兩隻都沉鳩。係咯，其實如果咁講，兩隻都沉鳩曬。而發生佢再要講個陰謀就係點解要都要佢呢架都要沉咧？就係、是、要 claim 保險，要2000多人陪佢死去 claim 保險。哦好撚，所以係陰謀咯。哇！好撚癲喎，係啊，2000多人死咗。因為佢之前嘅嘢係。就係嗰兩部船啦，總之嗰兩架係有兩架，真係好陰謀論啊！呢個包嚟噶嘛，係啊，即係然之後但係靈異事件仲有第二啲，其實係有靈異事件嘅，未聽過嘅真係，我都未聽過，啱啱睇翻嘅，係啊，我啱啱睇翻就係有啲古怪嘅靈異事件嘅，但係其實實際上揾唔揾得翻呢啲咧？網上好多流傳嘅。講法啦，你話有冇得去證實咧？我覺得呢啲嘅傳聞係冇得證實嘅。咁啊，就睇下佢係講乜。嗱，應該最講得最多嘅應該係關個木乃伊事嘅。因為咧傳聞話個鐵達尼號咧係放咗個好古老嘅木乃伊嘅。所以就係因為呢個木乃伊嘅關係咧，令到呢隻船沉嘅。但係點解咧？原來話呢個木乃伊咧，就係一個埃及嘅公主嚟嘅。但係呢個公主就唔出名嘅，叫阿曼拉嘅公主。但係佢死咗之後咧，就做咗木乃伊啦，繼續葬喺帝王谷啦。咁你葬咗呢啲嘢好正常啫。直到咩時候會揾到呢啲木乃伊，而啲人會偷走咧？就係、是、一呢、這個鐵達尼號時期，即係一戰之前。
咪好多探險家嗰啲去揾埃及揾呢啲木乃伊偷運出嚟嘅，係啦。咁好奇兵嗰啲咁。埃及咧，啲木乃伊咧就係有詛咒噶嘛，大家記得。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個公主呢個木乃伊咧，都係有詛咒嘅，因為咧原來話其中呢個木乃伊有四個後生仔去揾到之後咧就運咗出嚟啦。嗯。咁運到出嚟之後咧。总之经过一轮转折就找到出来，但是这个木乃伊也不是这四个后生仔拿到出去运上船的，因为已经转了手了，已经卖了给人了，是的。那这个木乃伊首先就令到这四个后生仔是出现了意外死了先的，是的。然后是他们转了手嘛，转了手呢接咗手嗰、那個有錢佬咧，就跟住咗到佢又接手咗呢個厄運啦。佢、接手咗厄運咧，就係佢呢個有錢佬咧就迅速破產啦。最後又屋企家破人亡啦，最後就重病纏身死咗嘅。係係。但係佢喺呢個時候咧，同一時間又破曬產之前咧，再轉手咗俾另一個英國富商。嚇、啊！咁呢個英國富商咧？又遇到车祸，跟住佢个别墅咧又离奇咁烧到大火冇晒，所以佢最后咧就将临即系处理遗产嘅时候就将咗呢个木乃伊捐咗就系俾大英博物馆。系哦，咁呢个大英博物馆运去咩？点解要上到船咧？去，因为最后大英博物馆觉得呢嚿嘢有好多古怪嘢。有啲鬼魂事，覺得好麻煩。嗯，因為佢話有試過有一次咧，係有個夜間嘅警衛咧，同上級報告話佢呢個女公主嘅木乃伊附近傳咗啲敲擊聲同埋喊聲，跟住呢個警衛報告嘅警衛亦都神秘咁死咗。嚇！係冇講點樣死，最後咧主管決定都是賣給第二個收藏家把了，那就賣了給會上船的這個收藏家了，第五個人了，第五個擁有者了。那這個收藏家呢就不信任何靈異事件的這個美國考古學家，用巨款賣了他。那賣了他之後呢，他就想運回美國。看車光回來啊，阿Wing。你繼續講。係啦，跟住咧就運翻美國之後咧，喺個鐵達尼號，咁大家都知結果啦，就運住呢只木乃伊之後，拜拜，就成只鐵達尼號拜拜咗啦。咁呢個就係木乃伊詛咒影響鐵達尼號沉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傳聞。嗯嗯嗯，重要嘅傳聞就係完成變成呢樣嘢啦。是你看到了 Chatbomb， 我看到了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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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理解到的，其實因為過往其實要理解木乃伊的詛咒，佢點解佢會有詛咒？因為其實佢要重生噶嘛。嗱，如果用埃及佢哋嘅講法，你應該學過咩埃及靈氣啊？嚇，有冇講呢啲嘢噶？冇講，應該冇關事。搞錯啊！但係嗰啲埃及文化嗰啲係啊，嗰、那個佢製成木乃伊係做咩咧？係啦，就係要等死後審判，因為都係要審判嘅佢哋。係審判完之後咧，就 judge 到你個良心究竟可唔可以令你復生。如果你 judge 到你，咦你 OK 喎，你個心臟輕過羽毛喎，嗰個稱嗰個嘛，係啦，稱嗰個咧，咁你就可以復生啦。復生就去翻你做咗木乃伊個肉身度直接復生嘅。咁你搬走咗我個肉身，我點搞啊？咁佢詛咒好合理嘅。係啦，係啦。但我覺得如果係木乃伊，即係咁講嘢，如果木乃伊都唔想運喺海底喎。即係如果佢真係有能，即係有能力到佢揀嘅喎，用盡方法要自己翻去原本嘅地方，都唔會誒。只要而家沉咗，如果真係有喺鐵達尼上面啦，而家佢仲喺水底嘅嘛。如果呢個傳聞係真嘅話，如果喺水底嘅話，其實以嗰個咁凍嘅一個保存，可能保存到嘅。但係個壓力好大喎。咁咪就係保存到咯，反而。
我覺得會粉碎咗。嗯，應該唔會，係咪應該？未見入邊有空氣先會有嗰個壓力壓榨到啫。唔知啊，經過嗱經過咁多轉手，究竟嗰同埋經過製法啦，嗰個無賴衣仲會係點咧？唔知啊，真係唔知啦。究竟有同埋係咪真係有咧？就真係呢個都係一個相傳啦。嗯，係嘛？冇錯，冇錯。嚇！是啦，事實有敵我，敵我即係咩啊？做吸血鬼啊！吸血鬼，知啊，我冇睇，但我大概知咩嚟。嚇，好咁樣，大亨有指令喎，有指令呢度咧，你講翻先，因為你唔講嘅喺節目之前，因為我唔知咯。係咩？佢啱啱先落 order。我點知資料㗎？應該我未有資料。你未有資料咁，但係你書名嗰啲咧？書名梗係我小説個名啦。係咩事咧？係咯，就係我出書啦！我嗰個連載小説，今年書展啊，係啦，哇！喺批連載完嘅一本書啊，正式出呢個實體版啊。冇錯啦，大家喺 Prime 度咧，其實而家仲可以睇到我本書嘅。叫咩名啊？叫而家你突然間。問一問我唔記得咗，好勁啊！我連自己本書都唔記得咗，係有啲又突然間落指令，我唔記得咗。係咯，誒，我啱啱睇，直頭企住喺門，係咯，嚇一嚇我，我而家係冇咗反應嘅，俾佢搞到。係，你揾翻個書名先。我揾翻個書名先。係咯。咁阿 wing 咧就係呢本小説咧都叫半自傳式啦，其實就係。即係將個所經歷嘅嘢咧，就係咯，故事化咁樣講翻出嚟啦，咁樣已經完結咗㗎啦，完結咗啦，嗯，係啊。其實我係咪應該入翻去 Prime 度會容易啲睇翻咧？女生完全變態手機係啦，係啦，升快咗。女生完全變態手機，女生完全變態手機，其實即係我嘅。Prime 的小說重新再結集成一本書這樣出來的，如果大家沒有 Prime 就可以直接在書展上買回我這本書的。是啦，知不知道書展什麼時候？有 Prime 都可以買的，有 Prime 都買得，因為整本嘛。書展應該7月19號的，我沒記錯。哦，7月19號，是啦，我沒記錯，開始，即是去到第二個星期，25還是26號，忘記了。7月19號是星期三來的，去到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二。係啦，通常都係咁噶啦，禮拜三到禮拜二嘅，禮拜二最後嗰日咧得半日嘅啫咁。咁我簡單講下我嗰個小説，其實真係小説嚟，我用咗小説嘅方式寫。係啦，係我由細個到最後到而家中間嗰啲發生嘅事，心理經過嗰啲故仔嚟嘅。係啦，真係用小説去講嘅，咁當然有啲創作啦，咁小説嘅嘢，咁大部分都係真實嘅，即係真人真事改編啊。係啦，啊師傅呢個非常好，真人真事改編嘅故事，咁就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支持。未即係睇咗 Prime 嘅，可以買翻本新嘅，成本一次過睇。如果未睇過咧，直接買啦。通常呢啲都唔係買一本噶啦，通常買幾本噶啦，一本派俾人啊，幫一本派，一本儲，一本用咁樣。一本留念啊嘛，係咪啊？可以過嚟揾我簽名嘅，我應該會喺度。係咯係咯。我因為應該預計我應該會落書展嘅。都係放緊假啦，係咪啊？係啊，放暑假咯。如果放暑假，日日去啦。有機會啊！真係咁好玩。有機會啊！我講阿永，我以為叫聽眾日日去。唔係我之前我頭兩本都係咁日日去。嗯，即係燒到去到晚。有機會撞到我咧，可以揾我傾下偈嘅。盡去啦，總言之係啦，可以揾我傾下偈嘅。係啦，要抽多啲時間啦，因為。始終第一本書啦，係咯，咁樣又有機會喺所有戇鳩政策解除之後，可以再同觀眾傾偈傾偈見面。你有鬼故多當然可以揾我哋講啦，係咪？係啦。但係你揾我傾我翻，我個小説係 very good 嘅。係啦。你話
你唔介意我畫翻一本書嘅，你可以揾翻我簽名。係啦，畫傾關傾翻相關話題都得啦。係啦。咩嘢相關話題咧？就係嗰啲 LGBTQ 啦。嗱，其實我係屬於 LGBT 個族群嘅，所以真我好憎佢哋，好憎佢哋好污，但係我係屬於呢個族群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大家有興趣就可以書展揾我。書展見。係啦。好。係啦，呢節嚟到呢度先，第二節再講。每一節再宣傳一次。好啊。